其实他在我心里不再是你的替身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他是顾青青。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上他。裴总，你睡得好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有人吗？救救我！裴总，怎么了？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我的事吗？什么事？搞定柳妍妍和季安阳之后，你会给予我奖励。奖励？好啊。想要什么奖励？
这就是你想要的奖励啊。我也是有样学样。喜欢这里，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什么呀？婆婆，我想抱你一下，你放开。我不信。我真的想抱你一下，我现在特别想你。再也不会放开你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纠缠一辈子吧。我让你多休息几天吧。啊，我可不敢啊，我就缺勤了几天，绩效都要被扣光了。说，什么事？我回过厂房了。柳烟不见了。是不是你带走的？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。那现在柳妍妍和季安阳都不承认车祸是他们干的，而柳妍妍现在又下落不明，所以说证明他们背后还有人。所以我的下个目标是顾启言，他只要知道我的身份之后肯定会让我回顾家，所以我想。顾启言他以前就认识曼青，但是他依然装作第一次见到的样子去试探你，他这个人他就很危险，而且顾家他就是一个火坑，你睁着眼往里跳，最后给你烧得连毛都不剩。我不建议你去。那只是你的建议，听不听在我。哦，所以你就是来通知我的呗。啊，那行。曼青小姐是吧？请坐吧。顾总不在的话，我可以下次再来。我是启言的母亲。我认识你，顾太太。启言在开会，正好我接到前台的电话，就让你上来。这样，那既然顾总还在开会，我就先走了。曼青小姐。我听说你最近和启言走得很近呢。这件事儿顾太太还是亲自问顾总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你都要做我们顾家的儿媳妇了，我问这个问题你都不愿意回答，
郭太太，你越过我和我的特助单独洽谈，似乎不太合适吧？Thank you.